世大运田径赛的部分呢，今天也进行了女子100公尺跨栏预赛，选手们竞争激烈，外貌更是场上的吸睛亮点。其中，我国百栏女神谢喜恩是以13秒77的成绩，跑在分组的第四位，顺利晋级，获得全场欢呼。而另外，来自澳洲的珍妮科还在赛前大秀经典的暖身舞蹈，热情洋溢，最后更以分组第一位晋级复赛。跟着音乐舞动，性感又甜美。澳洲跨栏选手珍妮科身材姣好健美，外形亮眼，总会在赛前来段经典暖身舞。2017台北市大运当然也不例外，立刻炒热现场气氛，观众全为她尖叫鼓掌。珍妮科不仅火辣吸睛，实力也相当坚强，以分组跨栏第一位晋级复赛。而田径场上拥有高人气的，还有封号百栏女神的谢喜恩。第九个栏踢到，我就觉得很害怕，因为我知道那个选手一个一个都在上来，观众帮我加油打气，我就觉得很兴奋，然后反而会想要更努力的去展现自己最好的成绩给他们看。圆滚滚大眼睛，深邃五官，谢喜恩以分组第四位晋级，也坦诚队友杨俊汉夺金时刻为他大大提振士气。因为昨天我自己现场看，我都超感动，然后看到观众每一个都站起来鼓掌，那个气氛是很喜欢啊。然后如果我自己也可以的话，我也希望是能看到那个景象。我后段本来就是比国外选手还差，然后希望可以加强后段的那个能力。面对强敌，谢喜恩也做好准备，要力求突破。包包上更挂着幸运草小物，接下来也要带着大家的支持，持续在田径场上发光发热。记者周景成台北采访报道。